买护照，一个月他们挣个外万才。哦，一个月他挣1万多。是吧？一个月才能五百多点。是吧？那挺好，那是要养活媳妇儿。我俺三舅的这碗里呀，俺三舅说不吃肉饺，不吃肉饺，俺一顿鸡蛋饺下热乎的。他娘们啥时候回来？他都到省了。谁呀？那回啊，那回树北又上了，上了。他主要是树北念了，开始了，还是回来。他在输完爷了啊，输完爷奶奶回家吃饭。那时候家不大。俺留下墨水，墨水，我再点上点上墨水。啊，墨水我发的。墨水我发的。都输两天一夜。啊，一算，你三年了，我得帮忙。我不方便了，你去城里啊，去城上你给我说一声，我开车拉你去。俺奶奶、俺爷你也别惦记，老舅没事嘞，他我在家嘞，嗯，他有啥事了，我带他们去看看嘞。到。你他这就是在医院检查一下，也没啥事啊，就是你反正岁数大了，字儿不是说一点毛病俺没是呗，到那儿输几天液。啊，我是。老积极的，老生根子，我这。哈。老是这干，就见过谁呀？啊。把你俩都照顾好了。就是嘞。啊，不加门去了，就是说这把身体养好了都这。把你的身体养好。就说和他们点一点车嘛，就发财了。啊，你不搁俺们找麻烦都得了。是那头嘞。啊。我们是一个。这家人很多事情的。多吃点老酒，咱自己捏脚，这是就是没那脚好吃。哎，这什么捏的脚，啥皮好？那天天吃素。啊，这是素馅的炖鸡头。多吃，你有啥事老总敢说啊？那个大姐吧。嗯。我说哪天愿意就外头那个外啊，嗯，俺花钱，挣钱来了就来，是吧？俺花钱就酒店，我就在买个手机，又买一个。嗯，就让你给了吧，接着就，真就想接了，啊，我要就大一点，嗯。